那我跟零九聊过说怎么跟冰箱？这个部分倒是没有聊，后来他们有逃脱出来。他们又不是直接一直住在里面，后来17个小时就逃脱出来了。曾经在拍戏的时候，求学的时候还没有，因为求学的时候其实还是身边多少会有一些朋友有吸烟嘛，但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，就不想碰。那我真正第一次吸烟好像是拍戏，有一些抽烟的戏，有一些镜头要抽，因为很多人就说可能会有烟瘾或什么，但一抽之后我觉得我没有，就是我没有烟瘾，而且我也不会想要抽，因为我对那个味道可能有点过敏。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很对味道是很在意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我觉得是不是很舒服，对我来讲。伟忠哥好像有抽雪茄的哦，伟忠哥好像也有，其实我都可以跟他们讲，但是他们要不要一起来共襄盛举，那可能需要很多时间，我会跟他们聊一聊，这也是多了一个话题，因为有时候跟伟忠哥也不知道聊什么，我们就聊聊聊聊抽烟吧，聊聊他的健康，他应该是 OK 的，身体健康我觉得很重要。我最近坐骨神经去压到了，嘴不行筋疼，但这个东西呢也是要有毅力跟恒心的，就要每天去复健。为什么会突然椎间盘突出？你们也知道我是跳唱歌手，之前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新歌嘛，叫 So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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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lo。 那因为一直练这个 Solo Solo， 练到椎间盘突出，因为我长期跳舞的关系嘛，整个我是右脚会麻，然后不能久坐，那也刚好我很喜欢站，所以 OK。 我跟你们讲这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譬如说你们常常是坐着对不对，其实你们站起来一秒钟两秒钟也好，站起来马上再坐下，其实对你的身体各方面都会比较好，就不要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。最近那个冰嫂会拍到，关于宪哥吗？没事啊，宪哥有跟我聊啦，那个过了啦，对啊，他就有问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什么，然后我就 有跟他聊一聊，他心情就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比较难接受。家人们会封杀沈林九？不会啦，怎么会？我跟林九也很好啊，因为我跟林九是算是密逃友，因为我们都一起在玩密室逃脱嘛，所以密室逃脱的朋友，密逃友。那我跟林九聊过说怎么跟冰箱？这个部分倒是没有聊，后来他们有逃脱出来。他们又不是直接一直住在里面，后来17个小时就逃脱出来了。17个小时也很久，你有问林九说如何维持这么长的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可能靠聊天吧，我不清楚啦，因为我最久就3个小时休息嘛。不要再问这个，大家已经忘记了，你懂那意思吗？